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妈妈刘立仪 Priscilla， 很高兴见到大家。如果你正在怀孕，或者你有一个零至三岁的 BB， 你希望他吃得健康，亦都希望你自己是可以复原更快，比平时更健康的话，请你是 subscribe to 我营养师妈妈 channel 啊，制作 BB 固体食物系列的一些 video， 咁希望大家喜欢啊。今天是为大家示范整苹果蓉的。咁首先咧就系将苹果咧就系切件啦，咁咧就系蒸熟嘅个苹果。咁咧蒸咧就比烚咧就系保存到多啲嘅营养，因为啲营养唔会流失晒啲水里边。咁如果个苹果系够腍嘅时候咧，个叉笃落去咧都可以好容易笃到入去，同埋咧啲皮咧亦都可以随便咁样好简单咁就攞到出嚟噶啦。咁咧就用叉咧就係壓向個碗邊咧就係整蘋果蓉啦，咁就應該都好容易嘅。如果蘋果夠熟同埋腍嘅時候，蘋果咧係 B B 開始嘗試食固體食物咧，好適合食嘅一種嘅水果，因為蘋果咧嘅致敏機會咧係比較低嘅。咁同埋蘋果好有營養啦，特別係纖維素啦。以往咧好多媽媽咧都係會係俾蘋果汁先，而家咧都一般係建議咧就 B B 就少飲呢個果汁，咁就反而蘋果蓉咧就有埋纖維咧就會健康得多。咁大家睇到咧呢一個蘋果蓉咧就係我哋想要嘅汁感。咁另外咧就係蘋果咧